在这边呢，特别感谢呢我们这个现场的发条音乐节的工作人员。那大家如果看到血汗工作人员在旁边拿着照明箱给你们照明的那个木板的时候呢，请呢就是支持一下，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那我们才有好听的音乐可以听。那边在那边。最后一首歌，那那个我们今天有带我们的 CD 来贩售，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音乐的，可以到那个音乐节的寄卖点呢去询问。那我们要进行我们最后一首歌。